生，只有18000。这也太明显了，拜拜。领导，捏脚来的。跟着你，好好看，上去。小怪要的都没多少了，还差很远。其实小怪他有手镯啊，那要不换一个看吧，这个。一个贵。不是你，看你上次不要勉强嘛，勉强是没有幸福的嘛。我要这个干净的，把这个再给我看。那你刚才又说棉，现在又说干净。我是颜色干净的，是什么？你吃了吗？我看这两个这么多棉都失望了，这是雪花棉。来来来，把这个差多少嘛？差很远很远。算了，我给你1500。我觉得你也是很有诚意，但是我卖不了。你要知道我是帮很多找手镯的，又不是手镯赚他们的钱，我就靠点边边角角。又出来了，知道了哥。跟你说多少，你肯定都会看不到的，没事，我习惯了。这样吧，我再给你加一个，2000块钱拿走了。你把这野蛮，我不打扰你了，给你转钱。4000块看得到就拿吧，看不到就放。这样你是不爽快，我也爽快一点，3000块钱。4000，可以了。哎呀，你做大生意的人，我平常的边角料，我做偷眼生意，做跨界，我是不是真的没钱赚？好的好的，那你多赚一点，我一赚到钱吃饭吧。没问题啊。我们在选这种情水底料子的时候呢，主要就是要看它够不够纯，够不够干净。像我们这块小板上面有一些云朵棉，但主要集中在那个镯芯的位置，到时候把镯芯一吸呀，镯位上其实剩下的就不多了。那这块小板呢，底子还是很干净的，熊也够了。说实话，不是小三口真捡不到这个漏。这是妈妈送给女儿18岁的成人礼物，她说呀，一转眼间女儿就从哭哭闹闹的小宝宝长大成人了。有时候啊，真的希望女儿不要这么快长大。有的妈妈呀，就恨不得她女儿早点嫁出去。好了，镯我们就挂好了。想知道这条手镯做出来有多纯、多干净，不要划走。Later， 女儿的18岁成人礼出来啦！晴水的底子干净娇润，那种纯纯的气质和18岁的年纪是天然的契合。姐妹们，你们的18岁成人礼物是什么？评论区告诉我。